因为我没有办法拍，然后他们又希望我拍，那这个中间就没有共识。所以三立这样子封杀的感觉是，其实我很舍不得的是，杨子毅遭三立封杀手露面，情节举牌主因，我都有出现啊。杨子毅客串八点档天道，因无法配合加戏被三立大动作封杀，剩一个半月，仅首度露面出席活动。最近在忙什么？哦，最近就是在推广素食跟那个佛经。三月多那个时候听到声明的当下，就觉得有点可惜，因为好不容易想说这个原本是一个善缘啊，因为天之骄子之前合作得很开心，然后没想到后面变成这样子，蛮遗憾的啦。其实不是说不能接拍，而是我们已经拍完了，对，当初已经讲完。我本来就没有在拍八点档，因为两个半小时的时间，我觉得如果说要一天这样拍完的话，其实是蛮辛苦的。我自己觉得我能力还没有到可以承受这样的压力跟重训。其实也不是出问题，我觉得应该就是每个人的自己的立场跟想法不太一样。因为我没有办法拍，然后他们又希望我拍，那这个中间就没有共识。有明确的表达？我有明确的表达，就是当我们拍完的时候是杀青，然后之后听说可能要加戏的时候，我就有说哦，没办法。其实跟经纪人讲，然后我们也都有跟制作单位讲，然后跟电视台那边都有说。总经理去看你，然后你故意？那天我在忙，对不起，我在剪接，我就在剪辑一个发神经。然后我剪接的时候，因为手机都是连着的，我都会关机，就是关成那个飞行模式。有传说你要退出演艺圈？传说？谁传说？就是这个事件之后。有必要吗？因为这样退出演艺圈？不会啊，我不会。所以三立这样子封杀的感觉是？其实我很舍不得的是帝君，就是关圣帝君。我每次去三立的时候，我都会跟他奉香，然后跟他打招呼。我最后离开的时候，有跟他好好的道别。那你可以感受到以前帝君的磁场都是很有威严的。那一天他的磁场是很温暖的。我觉得也不要说未来就一定都不会合作，我们就是都还是有未来很大的合作空间。你的戏还是有播哎？对对，还是有播，我有看，对。有领导吗？啊，有吧。目前还没。